大家好，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我们想来针对班表上面的人力配置呢进行次数的统计哦。在 Miko 的频道上面呢，有蛮多部跟班表有关的教学。那大家班表完成之后呢，就开始产生了次数统计的问题。我们从这份班表上面可以看到呢，在每一个日期的下方都有配置人力，那这些人力呢是属于加班的人力。那我们想要知道呢，在这一整个月份里面呢，每一个人他的平日加班的次数，还有假日加班的次数呢，各自是多少？那这个计算呢，看似简单了，但却也有一点小复杂。例如呢，假日它不是只有星期六、星期天哦，它还包含了国定假日。那平日的部分呢，也不是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，它还包含了补班日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份班表，我们就针对正六这位员工呢，来做个验证哦。正六呢，他在9月份，那9月份刚好有中秋节的假期哦，所以他在9月份的平日呢，一共加班了7次。那我们来算一下呢，这边有1次，然后2次，这个假日就不算咯，然后3次、4次假日不算，5次、6次、7次，那这样就没有问题。那在针对假日的部分，他一共加班了几次哦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六的假日，这边有1次，然后这里2次。这里有3次，好，所以针对假日的加班次数一共有3次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做这个次数的计算呢，是针对整个月份的班表，那条件有2个，第一个呢是人名，然后第二个是假日或非假日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带大家来针对这个次数的统计呢进行计算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。好，那我们先到 S 工作表。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是想要先判断平日跟假日。那如果是平日的话呢，我希望都可以给他一个1的代码。那如果是假日的话呢，我就给他一个0的代码。那在对照表这里呢，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假期的部分了。只要是假日的部分呢，我都有给他一个代码是0。好，然后如果是补班日的话呢，给他了一个代码是1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 S。好，所以我想要呢，针对这个每一天都拿去做判断，因为我们的日期呢，它是会变动的哦。那我先把它放在九月。那每一个日期呢，都要拿去跟对照表里面的这个 K 栏进行比对，去回传出它的对应的代码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到 S 这一页，然后先来进行比对。这个时候比对的部分呢，我会先给它一个函数哦。我们会用到的是一个 match 的函数，等于 match。match 这个函数呢，就传回我们的比对值在对照表里面的第几列，它在第几列号上面。所以里面呢，它会有3个引数。好，第一个呢是比对值，然后第二个呢是对照表。到下面字比较多，所以有点乱。然后第三个呢是比对的方式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拿这个 B8 这个位置的日期哦，这个 B8 的位置是我们的比对值。然后到对照表，对照表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对照表里面 K 栏的那些日期，就我已经准备好的那个国定假日的日期。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要到对照表。然后里面的 K 栏去进行比对，那比对的方式呢，我们要用零的方式，这边打一个零，就是完全相符，日期要一模一样的，然后去把它比对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比对值呢，不只针对 B8，我们等一下 C8，然后呢 D8，通通都要比对，但它都是在第八列号上面，所以呢这个8这里就要把它锁住，给它一个前置号，那 B 这个地方就不能锁咯。好，所以 match 它可以帮我们传回，如果呢这个日期在对照表里面有出现，那它会帮我们传回它在第几列号上面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点在 B10 的位置，那我们输入等于 match，然后左括号，我们要拿 B8 的这个日期，然后 F4 一次、两次，记得前置号要锁在8上面，B 不能锁。逗点隔开之后呢，我们要到对照表里面选取 K 栏 F4，那逗点隔开之后呢，我们要做完全相符，所以输入一个零。好了之后右括号，然后 Enter。
好，这个地方它应该会出现错误，找不到资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日期看起来失忆，但它其实是9月1号。把这个格式呢还原回来哦，让它是一个完整的日期，让同学可以看得更清楚。Ctrl Shift 3就可以还原到它的年月日的日期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9月1号呢，在对照表里面没有出现，所以它找不到资料就出现了错误了。那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往右边拉。当我们拉超过中秋节之后，就可以看到，哎，中秋节这个地方有13、14，那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这个日期，9月9号的日期，在我们的对照表里面的第13列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在第13列可以看到9月9号，所以它传回了这一个13的这个数字，还有14的数字，那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在后面呢添加一个补班日这一天来验证看看。OK，这里2022年，然后应该是1月22号是补班日哈。好，如果有错也没关系，我们就只是大概知道一下。哎，补班日假设是这一天的话，那么把公式呢往右边带。好，所以可以传回16，代表它是在第16列上面。OK，好，那这地方没有问题之后呢，我想要针对这个13啊、14这边，我不要出现它的列号。我希望呢，如果它大于零的话呢，就帮我去做比对，然后比对出后面这个代码零或代码一这个数字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，再修改一下这个函数，我们再等于这里呢，加一个 if 进来。如果呢，match 出来有传回列号的话，如果是大于零的话，条件是成立的话，那我们就去做比对，查阅比对。那我们这边就输入 VLOOKUP。VLOOKUP 应该同学也不会太陌生哦，老师的前几部影片应该都已经讲过蛮多次了。好，那我们要针对这个9月1号这个日期，其实这个日期不锁也没有关系哦，因为我们并不会有一个往下拉的动作。好，所以同学要锁就锁列，那不锁也没关系。好，既然我前面有锁，这边就一样锁住列好了，把8给锁住。好，那逗点隔开之后呢，要到对照表里面，然后我们针对这个。这里有点挡住，把它往旁边拉。我们要针对呢 K 跟 L 栏去进行比对，F4 锁住。逗点隔开之后呢，我想要回传的是第2栏的文字。在逗点隔开之后，我想要做精确比对，就是完全相符的。那打一个零，然后一个右挂号，红色的这一个右挂号呢是 match 的这一个挂号，所以我们要再一个右挂号，然后 Enter。好了之后一样出现错误值没有关系，因为九月一号就是比对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没有9月1号的假期。好，往右边拉。OK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地方只要是假日就是零了，所以这个补班日呢就呈现的是一。OK，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错误值来进行修饰哦。所以呢，我会在最外面这个地方呢再加一个 if error，IFERROR。当这个运算式呢发生错误的时候，也就是出现我们刚刚这些 NA 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进行什么处理呢？我们给它一个逗点。当发生错误的时候呢，再帮我做一次的判断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放一个 if 进来，然后再一个左挂号。好，那这个 if 呢，我们可以打开 fx。好，打开来之后呢，在这一层的 if 里面，我想要判断的是，如果呢它的日期的星期抓出来之后呢，是星期六、星期天，那我希望呢它代码就是零。好，所以这地方我们用 weekday，weekday。好，然后 weekday 里面要放的是这一个日期。针对这一天的日期，好，这边一样哦，不锁应该是没有关系，要锁就锁八。逗点隔开之后呢，打一个二，这个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，哎，我回传的值如果是一，就代表是星期一；回传的值如果是二，就代表星期二。所以呢，在 weekday 这个地方，这个引数的部分呢，这个二的这个引数。同学，如果不是太清楚的话，你可以打开微软的说明哈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把这一天的星期抓出来之后呢，如果是大于五的话，条件成立就代表它是假日嘛，就是礼拜六、礼拜天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给它一个零的代码。那如果不是的话呢，我就给它一个一的代码。也就是说，它如果是小于五的话，就代表是星期一到星期五，那它是要上班的，那上班的代码就是一。OK，好，那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给它确定。好，确定之后，我后面少了一个右挂号，所以它帮我补。我说好，OK，是。好，那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个地方的错误值就避开了。往右边拉拉看。
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假日就是零，对不对？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就会是一，但这个地方遇到中秋节，它会先判断是零。好，把它往右边拉，拉到最后面。好，到最后面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9月30号，因为上面没有日期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抓不到日期，又出现了一次错误值。我们把它稍微拉宽一点点。好，所以你看它出现 value，找不到日期来进行判断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再加一层 if error 进来。好，在最外面我们再打一个 i f e r r o r，然后左括号。好了之后呢，再到最后面给它逗点。当发生错误的时候呢，就代表没有那一天的日期了。那我们就给它空字串就好了，给它两撇两撇。好了之后右括号，然后 enter。OK，好，那我们把整个代码的处理都完成了，我们再把公式往右边带。好，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后面这一个就不需要了，把它删除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宽度稍微调整一下。这个日期的格式呢，把它复制过来。好，那这个代码的部分我们已经算出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二月份哦，二月份会有年假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二月。好，到二月份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，诶，春节假期这个地方就呈现的是零，对不对？就代表这些都是假日的，所以它如果有上班的话，一样要列在假日的计算里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笔数的计算哦。那在计算笔数的时候呢，同学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counter if 四，但在这个地方使用 counter if 似乎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的效果，我们可以来计算看看，等于 counter if。好多条件的话加 s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左括号，好，把公式辅助器打开来。好，那第一个条件范围呢？我们假设我们选取的是这个范围，我们的所有的这一个班表上面的人。好，选到之后呢，我们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们给他一个张三，张三，OK，好。那第二个条件呢？我们想要找的是假日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范围选取起来。我们刚刚的零一的代码选取起来之后呢，那我们的条件是属于零的部分好了，我们算假日的部分好，然后确定。OK，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诶，它呈现的是 value，所以 counter if 是这个地方它比较没有办法去计算出范围比较多列的这个区域。我们如果把这个地方呢改成在同一列号上面好了，只要第12列就好，这个时候它应该就可以算得出来是四个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列数只要比较多的时候，它就会计算错误。所以同学在使用 counter if 时计算这个范围比较不规则的时候呢，可能就遇到这个问题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来使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试试看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函数呢，来试着做一个统计的运算。所以我这边呢，先把它改回来九月。好，然后比例的部分呢，我稍微缩小一点点，这边我们让它稍微小一点点，等一下比较好讲解。等一下呢，我想要使用是 sum product 的函数哦。这个函数呢是等于 sum，好，然后 product，然后左括号。那里面呢，我们要放的是条件。等一下条件的部分我会放两个，这里我要放一个条件一，好，然后呢再去乘上第二个条件哦，条件二。第一个条件的部分呢，是针对这个我们排班的这个范围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一个条件呢，就是在 B12，然后到 AF17 的范围，有没有等于什么呢？有没有等于张三？好，所以等一下呢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条件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的整个范围都要把它锁起来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公式呢会有脱衣的动作。好，那等一下的第二个条件，我们要判断的是它是平日还是假日。所以第二个条件的范围呢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呢、哦。这个范围就是我们刚刚所产生的代码，在 B10 到 AF10 的这个范围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第二个条件呢是 B，然后10到 AF。十的范围有没有等于零？这个零呢，就是假日，或者是一，一就是平日。好，那中间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相乘的动作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，来计算这个笔数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把游标呢放在 B5 的位置哦。那这边我们就输入等于 sum，
PRODUCT，然后左括号，好，我们把 FX 打开来啊。那第一个我们要计算的范围呢，是从这一个 B12，然后到我们的整个班表的最后一个格子 AF17，然后记得 F4 锁住。好了之后呢，这个范围我们要先给它一个左括号，好，然后有没有等于什么？等于张三这个位置，那张三算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要把公式拉到李四的位置，所以 B4 要移动到 C4，B 要移动到 C，所以我们的 B 是不能锁的。那我们的姓名的部分都是在第四列上面，所以我们要锁住的是4，F4 一次、两次。好，所以前置号要放在4上面。OK，好，然后右挂号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条件。那第二个条件我们要判断是平日或者是假日的部分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圈选的范围呢，就是在 B10 的范围，那我们把它抓到最后一笔。好，在这个范围里面，记得这里要一个左括号。在这个范围里面呢，好，F4 锁住。好，这前后都要 F4 哦，锁住。有没有等于？好，那我们先算平日哦。这个地方平日的代码是一，所以我们就先输入一。好，然后右括号。好，然后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按下确定哦。但我们中间是要用一个相乘，它这边是一个逗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出去再改。所以确定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逗点改成乘，相乘。好，两个要相乘。好了之后打勾。OK，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算出七次了。我们再把公式往右边带。好，都是七，目前好像看起来都是七。等一下我们再来做验证。好，那我再把范围选取起来之后呢，F2，然后 Ctrl Enter 就可以把公式带下来。只是下面这个代码要改一下哦，这里假日的部分它是零，Enter。好，那我们再把公式往右边带。OK，好，那我们来验证一下，我们就拿张三来验证哦，Ctrl C 复制。好，那我把这个人力的范围选取之后呢，我们到常用标签。条件是格式设定进来，醒目提示，然后选择等于，Ctrl V 贴上来，好，然后按下确定。我们来看一下张三是不是七次啊？一，好，那这假日就不能算喽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再验证一个乘七好了，Ctrl C 复制，好，那我们再把这个。范围选取起来，我们一样到条件是格式设定，然后到管理规则进来，我们把这个张三修改一下，把它改成是乘七，确定，然后确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乘七的频率是不是也是七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没有问题。它的假日有两次，我们来算一下，一然后二。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呢，同学在使用 CtrlFS 在计算的时候，遇到这个资料范围比较不规则的时候呢，或许你可以参考看看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 sum product 的函数哦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笔数计算呢，希望可以帮助同学在班表上面的人数统计呀，或班别统计呢，可以更有帮助。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